来来来，赶紧签收你的外卖，拼多多18块钱买的12套盒，里面有大米粒一盒，泡沫小瓶子不知道啥，还有一盒菠萝饭，外加一个小菠萝。菠萝饭化成玉米浓汤了，加了成型水之后手感糯糯的，有点像是冰冻后的榴莲，混合之后手感就变 Q 弹了。然后加入大米粒，开始 DIY 外卖便当，再加点泡沫，这个黄色的应该是蛋糕屑，最后把小菠萝摆上，我们的菠萝米饭就做好了。那有没有吃过菠萝米饭的小可爱，告诉我你们喜欢吃这个味道吗？淡淡的米饭配上香浓的菠萝，我能吃两碗呢。混合之后的手感超级软糯，闻着有一股超香的酸奶味道，泥质看起来像是芝士。起泡之后的捏会变蓬松，但是又不会粘人。最解压的是捏泡的声音超级扎耳朵，噼里啪啦的像吃跳跳糖。说起来还有在线采血的声音，一种捏两种解压声，来自深空岛的福利，拉伸起来超级有质感，像是千丝泥的那种。其实这颗捏我只花了4毛钱，那你们知道我是怎么买的吗？喜欢记得评论点赞留言关注，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嘿、hey, 你们要的甜甜圈已上线，拼多多27块大洋买的，说实话价格真的有一丢丢割肉，但是无奈盒子长得太可爱，所以就忍痛入啦。但就是盒子里装的东西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，真的就是个乐趣杯啊。还是先来玩泥吧，粉白渐变的起泡胶，颜值有一点点奶糖。混合之后就彻底变成少女粉啦，拉伸起来手感挺棒的，用来炸泡泡声音也是超级解压。拉伸起来胶感挺重的，看来卖家说的是真的，这盒泥一滴清水都没有加。继续起泡，泥蓬松一点了，但是还是有点小厚重。又起了几十下，这下就彻底放飞自我啦。软软糯糯，像是 QQ 糖版的棉花泥。再次拉伸，已经有泡泡糖的质感了，但是拉伸起来依旧很有弹性。这个起泡量已经不用夸了，远远超过好几个盒子啦。还是来 DIY 甜甜圈吧。哇，液态版棉花糖，这感觉有点不一样啊。有种喝草莓奶昔的感觉，摸在手里更像是融化之后的冰淇淋，冰冰凉凉的超级舒服，味道也是香香的，应该是奶油液，但是手感就有点变黏了。最后再撒点糖果颗粒，给你们变个好玩的。超级长的棉花丝，要知道只有白胶含量比较高的泥才会拉出蚕丝来。那再来剧透一波，下期我们挑战肖战应援色的起泡胶，那你们想看肖战 PK 谁的应援泥呢？记得评论留言点赞告诉我哟。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拼多多1元起泡胶这次又被我淘到宝啦，机智的小蜜蜂牌人鱼姬起泡胶，总共是买了15袋，剩下的还有牛头、假水、果酱和星空起泡胶。先来试玩这4袋，颜值超级仙气，手感有点小奇妙，不是平时便宜起泡胶那种硬的质感，反而稍微有点小黏，但不是黏人的那种，像是挂耳胶假水，但是拉伸性又特别棒，手感超级柔软。马尔代夫珠光蓝可以拉出超级薄的一层，而且不会破，用来甩泡泡和搭帐篷都可以啊。
紫色的这个最先进，像是月光宝石，光泽也是特别美，跟液态玻璃差不多，泥质柔软有弹性，能拉特别远，捏着还有炸炮声，目测应该是份好捏。之前买的网格终于到了，好久没玩网格泥了，那先来一波炸炮声。集珠光、假水、网格、帐篷、起泡于一体的美泥，一袋只要1块钱。那都来说说你们买过最便宜好玩的泥，然后再来起个泡，测试一下它的起泡量。有点小韧性，稍微一用力就会拉断，但不是脆的那种，有点小娇气，需要慢慢拉伸就没事了。起泡一会儿之后就没那么韧性了，可以随意拉伸。那想看更多便宜好玩的泥，就评论点赞留言关注我，我是时光。拼多多9块9两瓶蜂蜜起泡胶，看外表真的超像蜂蜜罐子，因为怕融化被我事先放在了冰箱里。哇，这个手感真的好弹，还有点吸手指，这样卷着玩还特别像液态玻璃。但就是冷藏后的泥手感太弹了，根本没法起泡玩呀，连拉伸起来都是有点小费劲。这个是被我在室内又放了2天之后的样子啊，手感明显奶色多了，但是竟然一股啤酒味儿，严重怀疑这是啤酒做的。常温状态下的蜂蜜拉伸起来是这样的，有点像是补鞋胶，比较黏比较弹的那种，跟平时的起泡胶不太一样，捏泡炸泡的声音挺像 UH 胶水的。那再来捏波炸泡声，把网格花想象成作业和压力，让所有的烦恼和不愉快统统消失不见。最后再来测试一下它的起泡量，泥质偏弹，起泡拉伸的过程只能轻微变弱，目测起泡量应该不会太大，但是好在并不粘手，捏泡声也够解压。那5块钱一盒的价格，你们会考虑入手吗？喜欢记得评论点赞留言关注，我是时光，拜拜。1块钱能买到什么泥？拼多多一元假水泥。那这么便宜买到的泥会好玩吗？来来来，赶紧拆开来验货。手感软滑，滋溜滋溜的，比较像果冻，玩一会儿之后会有点小碎，但是很快又会自动融合，感觉不太像平时玩过的假水，更像是抱抱奶。那单玩假水没意思，这是玩混泥，但是以往混泥的经验，只要混入了假水必定毁所有。那如果混融化的泥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？北北家的大袋牛头去年买的了，放到现在已经融化成酸奶了。这个是一袋全部混进去的样子，融化的牛头都被吸收了，混泥的过程还自带噼里啪啦的炸炮声，像捏跳跳糖一样，听起来蛮解压的。全部混合之后的样子颜值有点小失落，像是搅过之后泡泡糖的颜色，虽然泥质有点小弹不太好拉伸，但是用来捏泡声音真的无敌解压。那再来加点甘油，看看能不能把假水软化下。
毕竟假水混凝没把泥混废已经是很幸运了。颜色有点小单调，我们点一些泥粉。泥明显好拉伸多了，混了甘油之后的泥，打泡声音也更响了，有一种玩水弹的感觉。总体来说，这次的假水混捏还算成功，还好还好，没有踩雷。那想看更多精彩假视频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留言、关注我。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